那就是现在手指张不开，对吧？然后手指比较短，但整个手指比较小啊。所以说我们现在这样的，这个指腹要给它开，这个几个指腹都要给它开。开了以后呢，抓这些东西抓多了，它慢慢慢慢力量就会好，会刺激它长长一点。然后像它这样的话，就是我个人的意见啊，如果说比较短，这些没有指甲的小的地方，到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小的夹趾的指套，给它套上去。现在看的都是有指甲的。当然你如果说我不想套脚的，想做延长也行，但是它长不了多少。我们等孩子大一点，长大概5到6个毫米，5到6个毫米。但一般来说，为了5到6毫米去做一个这么大的手术，划不来。不讲。但是现在分是肯定要把它分开，你不再不分开的话，它限制它生长。